它全枝全冠，没有损伤和秸秆一类啊，太漂亮了，很完美的一棵黑松啊。今天是俺们这边一亩大地哈，一会领你们上大地上看看有什么精品。这是豆梨还是糖梨啊？糖梨的哈，能吃吧？小糖梨，这个糖梨多少钱？400，老贵了。这个是黑松，中国性啊。老盆的黑松啊，这是山采的，是童子功啊。山货，哎，这个山货多少钱啊？700，哎，这还一棵，这一棵属于悬崖式灵水啊，灵水还怪好看的哈。这个是铜林，铜林黑松啊，这根盘怪好啊，爆根，啊，三根。这个铜林多少钱啊？这个400，哎，这可不孬哈。这边还有广金老庄榆树小叶的哈，金钱榆罗汉松，南充确实罗汉哈，茶贵啊，哎呦，根盘真好，盘根现在满树爆发哈。这个茶贵多少钱啊？500，哎呦，你价格不便宜啊，你的茄子鸡满树爆发，都是提根。这棵也是朱砂桂吧，悬根哈，特别漂亮。日本红花山楂，纯正的日本花，不是假借的哈，原生的。哎呦，怪漂亮，真喜庆。这个多少钱？600。我靠，哎呦，场上一个精品啊！我去，太漂亮了。哦，这一个一看就是山采的，给一个大坨坨，这个直径不得20，爆皮，哎呦，太漂亮了，果果非常自然哈。这个黑松多少钱？这个8500，哦，哎呦，太漂亮了，都是多年整形集美成型啊。大哥，这一棵黑松能便宜点吧？这个最低8000，哦呦，真难得，山采黑松。看一下哈，四周哈全是爆皮，爆的好不好？跟龙鳞一哈，一片一片的。这个也短过针的哈，太漂亮了。下山庄的黑松，这边还有卫毛哈。开红花的卫毛，还有结籽哈，特别漂亮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了，有喜欢大鹏的给大鹏点赞加关注，关注大鹏不迷路。